那个是模拟题吧？那模拟题属于能不能没公布咱不？那好，老师都看到你，老师也的标准汉语少噶。第一下的我去看比较白，坏了他啦。那嘛，老师说的嘛，一些给六级考试嘛，所以这个听力50题，蹦啊这些的35分钟，阅读50题50分钟。然后是书写的一题45分钟，好，是一部分一部分给你们讲一下，这些表表你们呢？听力啊，老师练习啥题？练习啥题嘛？不蛮漏的漏呗，就是1到15个读啊啥的白，张牙的口表里面不呢？哎，阿里哈呢？该你的好预备啊没？好，然后是16到30个加你老师都没的好疲惫啊没？好。然后31到50个加一段采访型的沙派肌有标吗？好，阿里哈的具备啊没？这个是听力，一共有50题。那比段音阅读 reading 嘛讲音，第一部分啊老师说，不如标没 grammar 不占一样，骂你的哈里，骂你的我加我下背啊嘛。比如说51嘛，有4题，老师说雷古背他的，哎天嘛，对。啊，这边的吧，一下你话都想不漏。老师说的 grammar 不爱你写，我那因为所以，这口语我那一路没有的写。所以讲咯，哎，grammar 不但骂你的，还他的老师说啊，我少听嘛的，你是啥比较对你的，好比呢，好一路不难没有的吧？那骂的我加这口语不一样嘛，51到60一共有10题，61到70个加，老师说五级容啊八的路呗，报个里有屁不一样嘛？学业卡加 A 原来的，所以。第东窟窿听下没？B 所以呢，第东窟窿听下没？啊，这个是阅读 第二部分，第三部分讲音老师的啥？啊，报个里流的嘛，P 啊贝塔贝塔，哎，P 里流，老师来比较特别嘛。好，然后第四部分讲音啥？拜贝塔没？啊，P 贝没？好，那另外老师里阅读讲音，国我们老师。你今年你录的卡，拍你的有把路，所以呢，其实没需要。你给了我啥拍你的有把路加音，你家的啥拍拍，比如没啊撇撇的卡加音，因为是读个美工背他的，撇个 A B C D 背他的，撇的多加么路。第美工拍，比如嘛，带着问题，第别的嘛不，那第美工我先他妈退，比如啊撇来下音的，下的。读啊，谁那面读啊嘛呗？81岁的不哪里嘛行嘛？读啊嘛82、83、84，爱得啦嘛。第二个还一样。我爸妈没必要，你爸妈没管，俺妈没呢，俺们没修。好比那他读也土家家不呢？好，这路没管那里个，你看有点多，恁恁面你啦。哎，咱们老师这苦经济来判哎阅读题啊，我啥判难面喏，都没有。不嘛没判难呢，所以喏，密码模糊。哎，假如啊偏里里多比较下路呀嘞。好，他读也偏蒙偏里吧。然后书写啊，你个啥意思啊？跟我们喏。各个页开那么好不？读啊，缩写页开那，English 就是用了 summary 页开那的宝贝。那好，那么读个给阅读时间10分钟，7 minutes 啊，背呢，背明白不？那好，哎，以前嘛不能抄写记录，估他啊，容不他容不秒，7 minutes 啊，所以讲把他妈 PPT 考拍没，然后他考拍没，前压的冬令啊，搞老拍背没，比如比较怎么说？比较有意思的句子啊，比较那个有用的，就是比如说成语啊那些记下来，哎呀，你就变态一笔来那作业，慢点的，那他把了第一个啊，10分钟的阅读，比如卡加音，然后缩写成一篇短文，时间为35分钟，都能俺们列对吗？啥派格里的苦一笔也没，哎嘛，老师说啊，这白天嘛一样。那啥一啥公里吧的，一的六百，都百个里呢，都快比一百没，东里百，东里二百老个呢。啥来送的百些一差的，所以慢慢小嘛不呢。然后是十三斤老师不他妈三百也三百嘛，所以都过个里呢皮呀嘛不呢，而且那过钱没，哎那个 paragraph 啥说的对呗。好，所以第二个我们安平水段，石龙一套那样写的好，背他的。180文件变一开呢，动物的不变小开呢，不呢？好，是个讲伊180文件老师最好的啊！这种话说，奶奶不依赖路，不依赖没？250、260什么标？
啊，底下里头就拿着冲进来的，东莞还在吧？说来生病，哎，累呀，把我们讲了，俺老妈生病嘛。比如说，人度假的都好高嘛，都，比如看家人的离开人好的话，那人好的太易了，所以多。比如说，他所以那底下的瓜不？他的瓜，底下的说的瓜易嘛？比人多他要易啊。ले आ रहे मटारियो बारे डग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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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ये आ है ना हाँ पीवी सो ये गांव से गा को बता गो गांव ने लिट कुटा भी में आ सो ये दिया पा भी तो आ भी सो ये गांव ने ये में ये समरी बिया ये मार बो ना तो ये लो जो दिया गांव ने ऐसे जालू में आते हो सो ये अब हमारे जाऊं छांगे ये भी तो आए आइडिया बोला रे हाली वो गांव ने डाला हाँ तो नाम ले राशि ला没有老师。没有呢，OK，阿孙撇记记吧，看一下的老师上册不？那上册 B 多的卡加罗，不老亚多比嘞，白色白你们亚乌嘞，哎呀你叔叔我们亚的还是嘞，南的那些老师变表呢？OK，好啦，所以老师，你呀听下啥里有啥多加没？啊，老师们你呀在哪个课文吗？谢谢老师。好，不客气，可以的。哎呀，所以 HSK6G，撇几几没呢？撇几几嘛，把米亚你嘞，把不如撇你嘞，算老师对嘛嘞？OK，撇 B group 特别不背吧？第八是页，我们，书写也要发到群里吗？那书写也发到群里，就是拍照然后发在群里面。我怕是等一下那个。在 Gmail 上的话，有时候是查不到，有时候没有收到，所以就发在群里面。如果是你不愿意发在群里面，你也单另发给我也可以的。好的，老师，谢谢。好的，其实没什么，大家都是水平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嘛。哦，都第六六一多少高呢？哎，冷没有呢，没关系的。好。来啦，所以老师，那个是多少级啊？我们到第八页，第八页我要你比哦，这个第二里有多少级啊？昨我很，天，昨天这些已经好了，对吧？第八页，好的，老师，爱色龙里的八的哈里的一样嘛不呢？好，第一个是。改良啊，改良，老师说改把的哈里有标配吧？改变，修改，改嗯。变、修改，好的，等一下我写一下呢。好，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有打开。好的，改变。然后是修改，好，还有吗？改为，改为，好的，然后呢？改革。改写。改革、改写都可以。好，下一个，储备塑造它嘞，来，备把嘞，哈嘞，你标记吧哦。准备，准备。设备，好的，自备。哎呦。设备，房子，设备给我标着啊，设备，设好，然后，备，备用，防备是吧？准备。好，可以。下一个是结算，算把的哈里里标吧哦，计算，计计算，算，好，然后呢？搞算，啊，什么算？搞算，搞算，算命，搞算，搞算没有，算命，算命，算命，好的，打算，算，好，然后呢？好算，算算好，数，算数，啊，木对，这里有木，多少算数？好，下一个是装卸，装水这些呢，卸水漂的。装卸 appeal adapt 呢？好的，装把的哈里的标记吧哦。装，
时装，服装，服装，假装，装饰，OK， 可以了，好，继续往后，用所给词语改写句子，我家里有编，没有编一编嘛？那来第一拍几包？最近几十年，世界人口增加，给地球造成了巨大压力。最近几十年，听你爸讲，那你爸东林阿姐对嘛的？世界人口快速增加，轮里面在那度过来的，给地球造成了巨大压力啊！格把面积对，沿古几码的 pressure 的判定百把的的。好，急剧恶劣面。好，陪哪里嘛？老师有拼音没嘞？快速。对，快速你哪里嘛？老师有急剧一两呀比，其他的都一样。来，那就编排几包急剧的代表。最近几十年，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给地球造成了巨大压力。好的，下一个。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考试，他前一天晚上定好了闹钟。闹钟。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考试，第二天考试过了不耽误不呢？耽误我们屁事也对的。他前一天晚上定好了闹钟，读个的人的伢个不呢？九点半了的闹钟 alarm 定来吧的，好，以免我们屁事也说。老师在哪里有？以免天嘛嘞？以免耽误第二天的考试。对，以免耽误第二天的考试。好，谢哈利老师的第一没印呀嘞。以免耽误。以免耽误第二天的考试。等一下，这样的话句子啊，那都没有一篇呢。那所以老师说，那都录不录啊？对的，这个。那里有老师说，谁有不来没？比嘛，以免啊，主题啊，分句嘛来嘛嘞，把他们分句嘛来了没有？好，哎，再说，对耶，一篇里有标记吧？哦。我觉得食堂的饭菜太油腻，肯定啊，饭菜的啊，嘞，腌腌个油腻片的，稀的不像你啊，不能，所以动手做饭，那咱们过大锅嘞，他们先吃吧嘞的，好咸的，油腻，咸，把我咸哪嘞？太咸，我想食堂的饭菜太油腻。对，那是在哪里嘛？别没。我选哪别点哪不呢？哦，等一下，应该是这样。我选食堂的饭菜太油腻。食堂这边兄弟啊，样样个油腻的，是不哟？选哪的啊？那咱们都自己动手做饭。来，霹雳的靠边拍几包。我选食堂的饭菜太油腻，所以自己动手做饭。好，下一个第四。今天的会议上，总经理强调了几个问题。今天的会议上，今天 C 位嘛的，总经理重点强调了，总经理啊，重点强调，所以就是
第一个啊，大杯比较标的不呢？以下几个问题，奥普比亚吧，别的那东林阿姑姑不的。好，那么着重辨别没？总经理着重了。总经理，今天再问一下，总经理着重了。嗯哼。那几个问题？着重了。老师强调太厉害了啊，所以重点你还没来没？着重强调了。着重强调了。啊，以下几个问题。OK， 听力考辨别吧哦。今天的会议上，总经理着重强调了下几个问题。嗯哼，好的，下一个。第五，这是一家老店了，饭菜一定让你满意。嗯哼，这是一家百年老店了，大家理解一家百年。你帮地下做细腻的，你帮地下细腻的老店是说三年不呢，百年老店了的。饭菜一定让你满意啊！饭菜特别很牛的，地家包牛筋那是嘛吧的。好的，保管，不便宜嘛嘞？饭菜保管让你满意，饭菜保管让你满意啊！他们今年老人呢，实在批不准阿妈看嘛的。好的，来的张龙表表几万我批哩。这是一家百年老店了。饭菜保管让你满意。嗯哼，好，第六。他们细心周到的服务让顾客有回家的感觉。非法的也得好无微不至。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顾客有回家的感觉。对对对，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细心周到也念嘛，无微不至太难呀呗，都是也努力的么细不呢？让顾客有回家的感觉，顾客 customer 一边呢看咱家比吧的，好，皮里边表白哦。他们无微不至的服务，让顾客有回家的感觉。最近我买了一台很好的电脑。啊，性能挺好的电脑。屏幕很大。比如说，速度嘞。运算速度超快，还有多种开机模式可选择，满足了我多方面的需求，我对它爱不释手。嗯是吧？最近我买了一台性能很好的电脑嘞，我嘞哎，性能我那对耶，放心的，以前刚在公交里头弄回它嘞，屏幕很大 ，screen 啊，GB 的，运算速度
超级快的 operation system speed 高了，人工面哪嘞？还有多种开机模式可供选择，还有多种喵喵砰砰的开机模式不？开机的 design 不是 mood 不呢？可供选择，谁家娱乐呀嘞？满足了我多方面的需求，我也第八帮着录啊吃的，我的 BB 总多少钱我对他爱不释手，就是非常喜欢，所以就是不想释手。那么六张股，你等你吧，哎的。好的，来第二个段没拍几包。以前每到选举的日子，投票站里参加选举的人总是川流不息，需要很多人，需要很多人守来维持。维持秩序，根据相应，不是相应的网站，对啊，相应的网站，根据好的，以前每到选举的日子啊，你能话不？那你选举的你也得要单要单不？那每到选举是老师说啊，什么？好嘞，预告不会不？那预告不会要得卡来卡来嘛？哎，投票站里投票的的站嘛，不？那投票所以那是 vote bay 的站嘛？哎，参加选举的人。总是川流不息，选举的努力啊，我那选举，哎，有没有预告看的努力啊？的烟烟谷面的，我那需要很多人手来维持秩序，需要很多人手去哪一路啊的？的 system 我那维持不着，嗯，现在改为网络选举了，酷了啊！网络选举是不是变来吧？哎的，因为那个的我那for选举了的我那。选民们只需登录相应的网站，你选民们你预告看的努力个只需登录选民们说老师预告的努力个不呢只需登录相应的都那得上的 website 个文笔了的根据指令投票即可根据指令一样投票来也压力的无需排队等候单席比如上节目了无的整个过程是否公正合理的 process 的过程啊不能你要打比如确定吗确定是两个人最后还能在电脑上看到反馈意见电脑上公比较不麻烦看到反馈是什么变比如比如意见你把留的记录一下吧feedback 你不能 feedback 留变记录一下的好的可以了来继续往后朗读下面几段话指出篇章中省略的主语第篇章内马博呢省略他的欠他给的主语 subject 里的无的标标笔吧好第一拍几吧从前的有一个男孩和我们的邻居一样大，但也和我们一样有很多想法。比如先上一所小的大学，想拥有世界，想做一些令人目的事。
不对？按道理，按道理，只要努力，这些想法中至少有一些实现。嗯哼，从前有一个男孩。你能玩不能刚立的要起来的和我们年龄一样大啊我说呢在原被猪猪背本我说呢在原猪猪背的当然也和我们一样有很多想法我说鲁背对口里面还是起的现在他里面还是起的不过的比如想上一所理想的大学理想不过龙啊过也是过也没这样带个读带起呢想周游世界周游世界在湖南里那小瓜子呢想做一些令人瞩目的事，姑娘里的地他们也给啥我露起来的。按道理的波迪亚亚说，只要努力，就咱们所言这些想法中至少有一些能实现。第一对口人嘛，我弄啊，出海里啊，我嘞刚开播那嘛的。好，第嘛老师喽，啊，把那白主意的票他给嘞。他一个男孩。他对。他男孩对吧？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你哪里嘛？他太留下来，省略他嘞。当然，然后是这里也是他也和，还有地麻酱油，比如他想上，对他想上，然后是他想周游世界。他想做一些主流的事。按道理，只要努力、只要他努力，这些想法都至少有一些能实现。对，老师，你秒表他的哪里的嘛？他的礼物都要省略他给他。好，第二排举报。从前有个小和尚，他每天一大早就下山去打水，把水缸装的满满的，然后打扫寺庙，他在寺庙上烧香、念经、烧香的安稳自在。嗯哼。从前有个和尚，一弄啊的和尚都要洗的不呢？碰碰的把洗的的。他每天一早就下山去打水，多啊，你来你来面烧一不呢？但奥森比罗，伊多比罗看的的，把水缸装得满满的，水缸我屁股推他的，然后打扫寺庙。比罗碰你讲我嘞，担心漏的的，打扫寺庙。烧香念经啊，牧人的托呢，第二咋的有的不能，生活的安稳自在，独立太阳了不能 ，AACC 呢，来不我爸爸爸呗的。好的，在这里把哈古省略他嘞。啊，好。啊，他，好的，从前有一个和尚啊，然后是他每天一大早。就下山去打水，然后是阿波阿鲁贝里，今年嘛他太留下来，都好的苦也家人嘛，今年他我漂他嘞，他打水缸，嗯哼，然后他打扫寺庙，他烧香，他念经，他生活的安稳自在，对了，好，第三读读看。作为演员，作为演员，我非常，我非常观众的掌声，把他看作是看作对我演艺事业最事业最高的奖赏。但是掌声是不能强求的，只有尊重观众的情感。让他们真正感到快乐，才能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掌声。掌声。作为演员，演员都要努力的。我非常渴望观众的掌声，观众也乐乎的牛啊，演员够苗练了不？把它看作是
对演艺世界最高的奖赏厉害过的努比亚那边嘛不能你从素哪怕的你哪怕的但是掌声是不能强求的但没了扣的你啊这是真当于我们要理的只有尊重观众的情感只有尊重理查美不能你不知道有理查的看啥见吗起码的不能让他们真正感到快乐都是这个不要训练了看咋样的看见吗才能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谁提案你比的真正的掌声这个来扣的是自己的压心嘛啊的好的在这里被哈古省略他嘞我对了好啦所以老师说都好差别多少是哪里嘛所以多不满所以我里的提案嘛不能省略他嘞作为演员我非常渴望观众的掌声然后我把它看作是最高的奖赏但是掌声不是强求的只有我尊重观众的情感我让他们真正感到快乐我才能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正掌声对了好的可以来那从第四里拍几把哦后来我在大学里获得了足球奖学金由此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 会在全国的后卫球员都是被公众认可并且在国家足球联盟队员的挑选赛中排在第七位排在第七位排在第七位好后来我在大学里获得了足球奖学金那叫做我这个读嘛那足球奖学金博龙的 Scholaria 的由此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萨丁的可以亚的在全国的后卫球员中后卫者闹单不闹单嘎贵的球员里面嘛的两次被公众认可那真单单名比读也不呢地面表情看一下并且在国家足球联盟队的联盟队员的挑选赛中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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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我 OK 好那所以呢所以记我被那立马省略了后来我在大学里获得了足球奖学金然后呢我对吗我讲给你我票他了不能我由此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我在全国的后卫球员中我两次被公众认可并且我在国家联盟队员的挑选赛中我排在第七位好的可以了哎你好你好我是花露八年吧好根据提示简述课文主要内容的课文教养的就变比如要去讲呢传统购物方式与网络购物方式的区别好传统购物方式是什么样的传统你能把路购物家来嘞我们必须要去实体店然后选购付款是吧然后我们要集在那个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是吧那个是传统购物方式网络购物方式呢仅需登录网站
动几下手指，动几下手指，下指到指令就可以把东西买回家。对的，好。未来商店的特点，不如涂家家的系列的。好，电子化，阿龙啊，四个 electronic 漏多了。我说电子化，不如用电子化来描述一下。为了那里的仓库、货物储备管理、销售结算、客户关系管理等全部实现电子化。在那几乎见不到工作人员。货物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整个货物过程。嗯，对对对。顾客可以动手完成整个购物过程。好，下一个是未来商店的购物模式。好，购物助手，购物助手啊，巴里嘞？想想屏幕显示位置，显示商品位置，摆的位置，位置显示摆的位置，屏所在的位置。当消费者走到相应货架时，疫情未发出提示音，出音，以免消费者错过单子。嗯哼，好，然后呢？如果你想去相遇，又想心不愿自己加货，可以在文末点赞留言，等店员把云清理好后再去一排队等候，嗯哼，好的。然后是便利站拔关，那个部分是在哪里啊？对呀，又不了解那里。电子便利店为为你把关在那一列为你提供决策时支持和购买建议。嗯，好的，结账。好，结账的部分你有标没？先不上线了，我呢？购物完毕，嗯，好的，好，参与设计，不如没有参与设计了呀嘞。消费者加入设计，为未来商店着重推荐的服务。譬如你想买衣服，你觉得是不是觉得这款都不太满意，那就参与设计吧。你登录到虚拟设计师过程，设计过程对颜色、外观、内容等等设计进行投票，这样设计出来的衣服保管你满意。嗯哼，好的，互动的 interaction 不？
ဘယ်လိုမျိုး interaction တွေလုပ်လို့ရလဲ在未来上线，增加商家和消费者的互动非常活跃。活跃，不管你是想买，不管你是想买厌世轻盈的羽毛衣、旗袍、旗袍，还是想买，还是想买旗袍，还是想买中意的羽绒收音机、收音机、水龙头，只是。几美纽扣，几美纽，平时要把充电挂的插座，真的在网站，或者是勘探，勘探换场的，换场的工具，你只要把照片，要把照片发送到专门的网站，就能得到反馈。嗯哼，对了，好，嗯，下一个，未来商店的。设计主旨，这个不论没有设计嘛，设计的主旨，这个切不轻松、快捷、便利。好，这里讲的比较久啊。未来商店对消费者的对消费者的无微不至，无微不至。未来商店对消费者的根据消费者的个人生活习惯，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将商店变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店铺，努力。努力使整个购物过程轻松、快捷、便利，是未来商店的一项设计的宗旨。宗旨。嗯。好的，宗旨是这个。OK， 继续往后。看图片，熟悉下列名词，帮我记笔录的名词里头熟悉不？英语专文要弄没？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打右边的，啊？体匠。啊，堤那个是堤，堤坝，坝，堤坝，一个打右边啊？堤坝。嗯。堤坝。堤坝。湖边休息了一条长长的堤坝。嗯，湖边湖也美嘛。长长的堤坝。对的，堤坝。湖边休息了，湖边嘛，堤扫他吧来的。一条长长的、细裂的堤坝，堤坝就一个大一个苦苦的堤扫他吧来的。好的，下一个。园林，园林，中式园林，中式园林很讲究左右对称。嗯哼，好，中式园林的优势在么？那的，啊嘞，园林在五英千米的个，啊嘞，很讲究，啊喽，哎呀，我努色的，啊喽，把嘛底下楼塔嘞，左右对称，白伢。symmetric 的片的里边嘛 ，symmetric 的片，就是靠穿你不喏，靠穿你皮肤骨的，样样个讲究吧嘞。里边嘛的路里走了，后边嘛路碰上牛里不喏，靠穿你里吧。好，下一个是商标。商标。嗯哼，商标。商品上都有注册商标。嗯哼，商品上。都有注册商标，你公标系列不嘛？都有注册它吧嘞商标公标系列买的最贵嘞。好的，下一个。藏宝。孩子们都喜欢。孩子们都喜欢。童话般的童话。古的藏宝。对，城堡啊，城堡所以，把嘞。别的一个啊，孩子们都喜欢格里里亚的那代的不呢？喜欢童话般的城堡，童话里各种里里亚都没有不呢？啊，格里波米里里亚都没有通城堡无人那代吧？哎的，好的，继续往后。涮火锅。嗯。
那个是涮火锅。涮火锅是。嗯，寒冷的冬天里，寒冷的冬天里，深受人们喜爱的一道美味。嗯哼，涮出来我说的以后的。妓女嘞嘛嘞，这卡里边，哎呦，这片片子看来着，我说涮的标嘞。好，涮火锅啊，而且是寒冷的冬天里，人骨一的上面嘛嘞，深受人们喜爱的卤的，人骨卤哪里不孬，人骨嫩哒的，一道美味，就是人骨刚抹嘞，鸭打的苦巴嘞。好的，下一个。棍棒啊，棍棒，棍棒，棍棒，他正在使用棍棒表演武术。他正在使用棍棒表演武术。嗯哼，好，他正在使用杜阿的东里巴的棍棒表演，棍棒表演武术。他正在使用棍棒，棍棒我东比罗，都我东比比罗的表演武术，武术国。表演的电视表演吧，哎，好，下一个，喇叭，喇叭，喇叭，那有两个吹喇叭的，那有两个喇叭的老人，喇叭虽然我说阿拉没有蹦，你嘛别在那哈哩，老不要啦，那两个吹喇叭的，那儿有两个呼嘛西巴的，哎，两个不能吹喇叭的老人，喇叭梦里的。老人你要洗碗的。好的，下一个。炉灶。炉灶。炉灶上。在炖着一大锅香。锅香气。炖着一大锅香气。扑鼻的鸡汤。鸡汤。嗯，炉灶所以我说米不够标准。好，炉灶上炖着。炉灶不嘛的炖水我就帮他吧的不呢一大锅的乌来鸡不呢香气扑鼻的莫言那里啊那康内提过啊丁过多问你的鸡汤借黑也不呢借表也离过的炖他吧的帮他吧的哎的好的可以了好那所以老师 PPT 里的小老多呀好词汇里的了解没呢二零五七年。嗯。OK。好的，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商店，第一个是集聚，集聚就是 N 零年目标啦。好的，你们聚呢？把它的词汇里的记没？第一个是什么？他就是我们这次特邀的独阿的第一节目呢，我就突配加他的编剧吧的编剧，所以就是编的里边那剧有编的里边的。有了他读戏比所以呢我们剧本就有指望了我的剧本啊你有练习啊你有戏了吧第一的。好的第二。他看带他看他来生活已不再是苦难的。苦难的。是一出滑稽的喜剧。嗯哼。在他看来都面嘛不能都面那个的生活不再是苦难的深渊的不哇一样都看是因为变得你的江南的你们后把屋的而是一出喜剧是了喜剧是了哈大不能的哈大在这里吧的滑稽的烟谷滑稽的要怎么说呀嗯滑稽表示什么呢表示什么呢把人哈大在这里哭吧的好的，继续往后。第三，这又是一幕爱情的爱情的悲喜剧。他自言自语道：“嘴角带着两面的微笑。”微笑，微笑。嗯哼，嗯，这又是一幕爱情的悲喜剧。
大家还在就一木子，就是别在这哭吧，喏，啊，一木子，这看，看着看不，啊，七爷，对啊，把侬悲喜剧着，玩那啥的，表现自己的刚才，把侬在哪里这哭不嘞？他自言自语道，独自言自语吧，哎的，嘴角带着怜悯的微笑，独眼眼龙眼。sorry, 面上皮革面，嘴角的那看也涨嘛，而且带着怜悯的，怜悯的，就是的哪的微笑，冰里的哭，心里吧的，哎的，啊，那看涨里嘛，不能。好的，第四，我这一走，咱们再见面，恐怕要不少时日子。是的。你哪抽空陪我去看一场？陪我去看一场话剧吗？话剧吗？陪我去看一场话剧吗？嗯，好的。你sorry， 我这一走，我滴溜多来比嘴，喏嘞，咱们再见面恐怕要不少日子了。我们再见面，咱们就特别对不住了，噶着，我嘞恐怕要不少。十日了，不少十日子，就是前年面还留了嘛呗，我说的没对来闹不呢，对来不，他比对不着，开开多比的。你能抽空陪我去看一场话剧吗？你请你不呢，不必哦，我那都别在里多记录，也没啦的。好，第五。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电视上演的是。一出非常古老的剧目，怎么会有这样的剧照呢？嗯哼，我觉得这不可能，他也没骗奶奴嘞，因为上演的是巴比鲁勒斯罗的嘛，上演你两个，怎么说上演斯罗？比赛飘逼你两个罗嘞，一出非常古老的剧目。啊，演员我谁家的？泽兰姆，那泽兰的酷我画片里的啊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剧照？不露屁股的露没有？把侬剧照剧的呀照片，比把侬稍微的不美，起码嘞的他们骗来木不？那谁家演你啊？我们那时候没你不能的，他们骗来木不？好的，下一个，他们是全世界最棒的演员，他们善演悲剧喜剧历史剧前缘剧无法分类剧以及保留万善剧。嗯哼，他们是全世界最棒的演员，读个嘞，这个把罗马不呢，把嘞，多种丢扫码嘞，他擅演悲剧、喜剧、历史剧，读啊嘞，第一把龙悲剧不，我那是要讲那是的，然后是喜剧属于的哈大的，然后是历史剧的买哈的不呢。田园剧是那是积累多元剧的无法分类剧，这看得见八剧慢我们的语文无法分类剧，以及包罗万象剧，包罗万象就是白色有没有表现哪个都要加压色有过都有上来嘛，哎的。好，第七，马丁每部歌剧它只是一点就能记住，当然这好的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出名的歌剧演员父母关系。马丁喜爱歌剧，马丁爱的歌剧有你的得不能，每部歌剧他只听一遍就能记住，歌剧的歌的都只听一遍就能记住，这靠哪场来讲呢的啊，哪来哪的不呢慢慢的不，当然这和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不无关系，大家的肚皮啊不呢反正那么就家的歌剧演员所以喊的不得不没戏啊，说的没后吧无的表情啊不得不是的，
好的，来继续往后。老师让声音过来给你撇几啊，第一拍几吧。他感到膝盖已僵，已僵，意识到自己中弹了，嗯哼，他感到膝盖一阵，对，路看在了，把那膝盖嘎的一阵，一阵声音一路土钢嘛，一路里撇多的，把那才意识到自己中弹了。读了几张蛮多的，好，一阵把撇多少嘞？剧痛，剧痛，对的，哎呀，哪节了？好，第二，他紧紧咬，他紧紧咬着牙，觉得胃手成了一团，心而心的感觉越来越，几句，加剧。OK， 他紧紧咬着牙，躲在暗屋进他的，那觉得胃缩成了一团。啥音啊？里的龙王中多的路看啥呀？里的恶心的感觉，而且啥音？你们刚才看见里边我那恶心不？眼睛啊，路把路看啥这嘎的，越来越变态了的不？越来越剧烈，剧烈是吗？越来越剧烈。好，急剧水那个的酷酷来呀，我们来急剧把撇打来不？或者是加剧水来，那个 verb 的酷酷来不？好，剧烈。好，第三，他的身子不停的抖动，飞机的颠簸。大家的恐惧，机场里一片混乱。嗯哼，好的。他的身子不停的抖动，杜也看到过啊的，什么别过动力吧来的，飞机的颠簸是因为啥？撸了呢，连夜撸了，那哎撸了个的，惹大家的恐惧，阿龙也像么木骨的。飞机舱里的连夜晚白天嘛，一片混乱，休息开工嘛来的。好，飞机的颠簸啊，阿龙也恐惧，把屁事呀嘞。家具，对了，家具。好的，下一个。世界各地熊的数量正减少，熊生存所需的环境更是少之又少。嗯哼，世界各地那个熊的数量，搿把年那边嘛的，熊也一堆个的，熊也一多个的，熊的数量啊减少，所以用那里吧的，熊生存所需要的环境，熊呢，但是你太没抓不呢，把所需要的环境，另外的环境啊不呢，更是少之又少，不比着你哪里的。好的，熊也一段嘎巴片了嘞。几句巨变的，你个变来多少表嘞？几码子变来了吧？嘞，变你个变个表情呐？好不呢？你妈讲老师说几句听下没？几句减少，连绵个要你喇叭嘞的。好，对的。好，下一个是。那之后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巨变，重新地联系他，想亲近他。嗯哼。那之后，你老板不呢？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俺的赌博嘛不呢？看咱这个的，发生了
发生了人皮包了来的。好，从心底联系他，从心底的身体啊，你不能联系他，联系他所以在哪啦不能敬佩他，比如都有理解来的，想亲近他啊，想亲近他所以怎么说都内你该起码来的，真心真心脾气来不能。好，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那叫什么巨变，巨变，连我鸡妈的表来没有呢，巨变。好的，来继续往后。第二是川流不息，好，川流不息，咱们也没拿的人在里边啊。好，第一读一下。他沿快乐山了，他沿着插满了，插满了水草的，茅草，茅草，茅草的田间，小道快步前行，由于走得太急，走得太急，喘息不止，喘息不止。太阳快落山了，哎，你啊的温暖美的。他沿着长满茅草的田间，对啊，里面的别抱你的的雷滚你的嘛，田间小道不能雷滚你啊，哪里的嘛，而且快步前行，哎，念断你吧的的，由于走得太急，断了烟雾，念那多讲不落，落落落落那断了，皮带多讲不落的，他喘息不止，喘息着后黑不能，后黑晒你的的，没也没拿呗的。好，下一个第二。这些天，他太过繁长，除上课后，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其余时间，他一概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宿舍里流泪，叹息。这些天他太过反常啊，你那也得嘛不能啊，他太过反常，对吧？烟烟谷就是部门嘛，后不能烟谷农民嘛，后头骗你的。好，除上课和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除了不能上课，讲的蛋呢，阿蛋的蛋呢，比如我们骗你把没 activity 的啊，乱比如嘞。其余时间的恰恰你们他一概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独啊人独孤孤独哇，上毛也被他的不能独自流泪，独掉这边面的家里的叹息的边的恰你啊不能。好，第三，他清楚自己绝不是凭一时兴趣掺和到政治中去的东西的，他感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他清楚，对啊，心心念念地点不呢？自己绝不是凭一时兴趣，自己绝不是。过啊，都秘密过来，我那一路龙王跑步，我那一时兴趣，这看那点烟，我身份啥比着嘞？参合到政治中去的，的完了，能愿意的，我那啊，有点谁苦老在谁问啥来了，苦问到了，一路跑步嘞。他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啊，我那看啥米的？第八文件嘛，都八文件嘛，骗你的呀，阿龙那个都与他息息相关，都那不打算那么些也是来那边来的。好，第四，如果我这么真诚的道歉还不能使你息怒，那你就随意吧。如果我这么真诚的道歉还不能使你息怒，那这老婆呢？过生日那样的当晚的呀，妈的牛！把人多大的比较是那么所以呢，那您就随意吧，那所以您谁家的老板哦嘞。好，第五，在众人的看节下看节下
侦查雨伞虽然最终滴下来，但却给双方带来了长久的芥蒂。芥蒂。嗯哼，在观众的sorry， 在众人的劝解下，你我们也劝解下，偏偏母啊嘛不能。争吵虽然最终平息下来，争吵容易的人口目的不能，数年目的人口目的啊嘞，那说嘛喽，你得到了毕业，但却给双方带来了长久的芥蒂，对没？那乌那派对带来了带伤了吧？而且加密说芥蒂说就是，怎么说？这苦苦不能掐他了不？这你要掐他的，就是你能往那么看到我，你能往那路么偏着，路么芥蒂不？那那里得理他的，哪怕是弄路偏白的的。好，第六，演说已经结束，场就爆发出了英久不息的掌声。嗯哼。演奏一结束啊，演奏比多的卡玛的第第三票比目标，那 performance 比多的卡玛的，全场就爆发出了全场那个比闺蜜的窟窿嘛，突破了吧的，的经久不息的加一杯加一米的掌声，那个欧巴的你突破了的，的好第七。大人的整个一生中，血液周而不止，川流不息，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嗯哼，在人的整个一生中，乳液体都不怕打麻的血液。血液所以的往堆里嘎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就是说周而不始就是环绕一圈，就是来半里也里边塞过了一些嘛，那来来来来不川流不息啊，川流不息所以三百遍陪的维持着我们的生命，这种都也在欧印尼国的维持所以塞了地心里吧，就是在国塞不了塞比尼吧，不能好继续往后第八教练语重心长的说，教练语重心长的说，教练啊，我让你扣是干的。语重心长的里的你有戏比较不能里的随便表的常言道，别人的路标价的不能常言道不怕球，不怕输球，就怕输人不能凶妈妈叫扑的就是路为凶妈妈叫打的，落后不可怕，落后的不能落后，所以你老家讲的嘛叫什么高母，可怕的是丢掉自强不息，故故就扎没所以谁在的标轨多么为叫我的团结奋斗的精神，团结的 CC 隆隆的带开没所以精神，那精神的谁在的标多么为叫我的。好第九，他望着大海希望将来安息在那里，博大的还会日夜陪伴着他的灵魂。嗯哼，他望着大海，对，大海有蓝鲸的比较的，望着大海，希望将来安息在这里。哪个讲的？那地马呗，意思是你奶奶多不多，多苗嫩的。博大的海，沿过地马的边来几个的。日入而息，对不起，
博大的海会日夜陪伴着他的灵魂。啊，你要念吧，破表念吧，没的，读嘛也，啊，读嘛也，温人不薄的。好的，下一个第十。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无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作为作息时间的师照。太阳作为作息时间的参照。就是参考不明白吧呢？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太阳啊，路大里这所言呢，但底下撇下么路，一记就没。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先入完路呀，不呢？你突然露露的，你问人，哪有家来不呢？好，就是以太阳作为作息时间的，太阳我来作为作息时间的啊，楼楼没哪有没数的参照作为，怎么说都参照的，我那参考了，都估计了，我那你突然楼没你问哪没不呢？好的，第十一。青海湖中有一个大鼎鼎的鸟岛，这里水草丰美，吸引了大批候鸟来栖息。青海湖中，青海干的嘛嘞，有一个大鼎鼎的鸟岛，大鼎鼎的养有鸡嘛嘞。那就你这口气的，这里阿里嘛的水草丰美，水草里嘎的不能，有一些的不要不能，水草嘎丰美就是丰富美丽吧，像我们家比较老板的，吸引了大批候鸟，吸引了水草嘛的，像我们家的候鸟上空的地的来栖息，来此栖息的嘛，那比较哪有不过不的。好，继续往后。第三十，把手随我说，来改流标了，来拍几包。第一，波浪鼓是给婴儿玩的一种大的小鼓。波浪鼓是波浪鼓所来干扰的。给婴幼儿玩的，还克里里里有锁的，不能克里里里有背锁的一种带板的，拉杆把的小鼓蹦的滴里吧，那是不能动里边呢。好的，第二，他两只手拉着你的门把，轻声问你真的叔叔，你真是叔叔。他两只手拉紧里面的门把，对啊，不能扔了盘那不拉紧，底下的叮叮叽叽鼓碎来的，里面的门把贴那个他卡鼓，他卡了干鼓碎来把的，轻声问你念哒哒的撇的，你念哒哒的没来的不能，你真是叔叔，你也得给位叔叔啦的。好，第三。他双手紧紧把着方向盘，他双手紧紧把着方向盘，把那的盘呢放到地下来，我底下的随随便便有收给他吧的，两眼注视着你弄的盘杆的三几米吧的，的前方西北鼓舞的。好，下一个。公
公司要求重设计施工的设备安装调试都要请求殷勤酒精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严格把关，通过一流的打造一流的质量，一流的质量。嗯哼，嗯，公司要求从设计施工到设备安装调试。公司也得告诉他，我那 design 啊啥比较，比如施工队来对楼上呢，比如看见了设备设备是的，但是呢，并调试不，那调试着调不 adjust 楼的，都精益求精，刚这个刚中的路不，那告诉了，比如一丝不苟，就是非常非常小心，严格把关，比如钉钉结结骨把关呢，不那都上进你的哎的，通过一流的管理，一流着就是。Number table, no? Guanlis or management. Accounts of semen can go be all at data, ilio, the chilean, gowns of quality, you, Yashiba, eh? How do you? Mm-hmm.记得当时路口把角有个花店，妈咪的的，伊侬话不喏的，然后把我到哪里买的，搬在你的山西的。卖花的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人见人爱说，对着路人啊，亲眼路啊的，搞嘛哩不的，对着路人啊，吃着搞嘛哩的，搬样的都搞着。好，第六。摩托车车把挂属于危险驾驶，东西还是放在车筐里吧。车筐里吧。嗯哼。摩托车车把三个月那个啊的挂物属于危险驾驶。摩托车车把嘛，我那三个了该嘛，必须得记着个嘞的，安尼伢的毛泥巴嘞，东西还是放在车筐里吧，必须得顾嘞，亲的会退来吧嘞。好，第七，他每天中午12点都会准时给鸟喂食，他撒下100米，他就会鸡就会围上来。嗯哼，他每天中午12点都会准时给鸡喂食。读噶的啊，你来嘛，那你来生的来所以呢啊，结果啥剧的哎的，他撒下100米多。100米就三的手不，那三的手骨接来的鸡就会围上来，这里啊，弯喇叭的。好的，第八，儿子青春期那几年，动不动就把我气够半死。儿子青春期那几年，大爷把那里青春改了，你冬天那边吗？动不动就把我气个半死，多阿弟吧，听你讲人话不呢？刘表妹，社交带动我嘞，他姑姑说啊，我样样我社交网都得的，把我气个半死。好，第九，检查结果发现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耽误个八小时就会有危险。嗯哼，检查结果发现是谁的不在个对西亚那个的，我的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卢那个啊，严重偏瘫的心脏病说那龙药个看啥尼亚的，在耽误个八小时，那他等那一老大耽误来没输赢呢。就会有生命危险是不但你也是吧的。好，继续往后。
第四装卸得是哪呢票我得不能得哪呢票哪呢装卸好第一类拍几把哦最严重超载的车辆已经检查检查发现必须遵守的一些原则，原则卸载，并按有按有规定移除处罚处罚。嗯哼，好的。对严重超载的车辆，严重者，避免产生某种轮转。啊，把电商拉来的离家里嘛，所以呢，一经检查发现对细微，所以呢，必须终止其运行，都也运行目标呢，来把目也变没，都也带上目也变没，强制卸载，比如必须这个啊，如果这样检查看样没，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有关规定吧，都这么他的。把人规定你的西面西干你的处罚说别别要吧没的。好的第二。横跨大陆三三大洲哈瓦苏的伦敦大桥。大桥的导员是英国，对，是登陆式鹅扇，登陆式最古老的一座桥，最古老的一座桥，1998年英国把它，英国把它拆卸后运往美国，运往美国。组装于哈瓦苏山，成为今天的旅游胜地。嗯哼，啊，横跨美国亚利桑那州，Arizona， 我不要，我那亚利桑那州，哎呦，我那地横跨说 Arizona 来，Arizona 来一带不呢？跨他了，不能跨的胶片他的，胶片他的那个把嘞，比如横跨他的，比如看见人哈瓦苏湖的，阿里干纽跨他的伦敦大桥 （London Bridge） 的，原是英国泰晤士河上泰晤士所的，第把人 Thames 了表嘞，阿里尼泊嘛，不能。最古老的一座桥啊，西加中多米德兹啊 ，sorry， 德拉德兹嘛的，西加中多德拉德兹嘛。1968年嘛的，英国把它拆卸后运往美国啊，英国啊的厉害的国，拆卸所以的把侬票差比较的，美国不来的的，组装于哈瓦苏湖上，哈瓦苏库沃马的组装所变比如盘地地扫塔吧的的，比如成为如今的旅游胜地的那如今所说就是库克嘎拉伯呢旅游胜地可以多来一把人胜地所以的表现了可以多来一那边的库片吧的不能片多吧的的。好的可以了下一个第三他拼保了8个月完成了设备改造的项目，然后老板却先摸杀驴，把他给解雇了。嗯哼，他拼搏了8个月，都啊的拼搏，所以把侬。带不稳了啦，不能啊！第一来纠察了嘞，8个月，希腊佬纠察毕业脑白麻嘞，完成了设备改造的，那个艰巨任务，完成并秒多完的，特别是一个改造嘞，把人家给骂嘞，大问题的过度并秒多完的，老板卸磨杀驴，露了鼻多要多咖哩，老板啊嘞卸磨杀驴，就是说。
把我表姐那在羡慕啥嘞？把嘞说，把他给解雇了，都一路飘来的。看看嘞，一路过来比多哎哟，慢慢看看路嘞比多哎哟，都嘞一路飘来吧嘞。好的，第四。这桩也是有长的技巧的，根据他的浓淡的选择温和。合适的卸妆液，再加上正确的卸妆方法，就可以让立即脱去肿胀的自由松的呼吸。嗯哼，卸妆也是有技巧的。卸妆所以我 make up 卸妆不能 make up 卸妆个来的都要 technique 卸妆不能根据妆容的浓淡的 make up 也把容 to a bar 一样选择温和合适的卸妆乳液越吃越美的浓艳的或者是淡淡的 make up 卸妆有越吃越美再加上正确的卸妆方法比如慢干的卸妆的力量我来动啊美的就可以让皮肤立即脱去重负，啊，所以这些没大意啊，不能你，反正都有负担，不能 PR 不，就是边缘的还有，肌麻的还有，脚软的呢，肌麻的还有多那个，脱负多，轮苗那边有的，自由轻松的呼吸，来抱抱爸爸，得训练那不好的，好的，第五。演出刚刚结束，演员还没来得及卸妆，就被热情的观众围了起来。卸妆被热情的观众围了起来。嗯哼，好的。啊，演出刚刚结束，演出啊，库里里嘛比多了，不，那演出所以的 performance 啊，库里里嘛比多的，演员们还没来得及卸妆，演员那个的卸妆不过，前面没来不，没个片不，然后前面来不，就被热情的观众围了起来，演我，得抓你的，不得的啊，温言来吧的，好，继续往后。卸下了思想包容，他心里轻快多了。嗯哼，卸下了思想包袱，思想包袱的思想的对口包袱不？我都问不有恰来点看嘛的，他心里轻快多了，都是天马烟我破八多把的。好，下一个。那一段早朝被他的落花流水，早朝的蝉子牺牲了。曹操自己也差一点人头落地。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曹操啊，不能咽咽骨，被打得落花流水，直接凶多的，丢盔卸甲。盔甲就对了，把人乌头骨标进来，是自己乌头来标多的，比如吃味的啥的嘞，出来呀，哎的，好，鲁皮鲁来点啥他嘞？曹操的长子，曹操也打击中啊嘞的，牺牲了，所以就是自己来呀的。曹操也打击中了，自己来呀的。曹操自己也差点人头落地，曹操果然来的，能那边留着的，我呢差点。人头落地，刚别着么路，刚标着么路，不嘞。好的，可以了。哎，那个设计机啊，老师傅，过来给你标记没？第一标记吧。好。
他时发现马好像马好像累的快要死了。嗯哼，他什么什么时的发现马好像累的快要死了。马的被马龙龙的不要马的好，多背起马嘞。卸车。卸车是对的，公司的卸车请吗？第二，产品数量、质量问题、三家三家都有不合的责任，不合的责任。产品公司是干的，出现问题。这个呢，特别属于，哎呀，特别属于，因为厂家、商家，再有我，哎，强的都有，哎，都有不可，哎，漏漏没样的责任，单位写，都嘛单位写，哎，不可。卸任，卸任。嗯，不是啊，推卸，都啊，都讲过啊，都讲了不要了，不能，哎，别搞的下路边，推卸，嗯 ，OK， 推卸，行吗？对，第三。让你去去学电脑，提升太难，让你干工，你想干工，提升太累，让你摆摊做生意，你又觉得丢面子，到底能干什么？难干什么？嗯 ，OK， 这是雷选了呢。啊，让你去学电脑，你有跟不着到等开呢？你嫌太难，你啊严苛的的，让你专业，让你干专业工，必须一点下楼开呢嘞。你嫌太累，严不蛮的，属于表边哟。让你摆摊做生意，摆摊是咯。谁帮开开那不呢？谁让开呢？谁歪楼开呢嘞？你又觉得丢面子，你啊？谢谢刚来的你听明哟，你到底能干什么？你把路哪里？你把路马来，把路哪里的？好，第四，一位谢主的主人说过一个笑话，他说一个笑话。他说：“借人以后，他消财的，原来打高尔夫球，能够胜过他的人如此多。”嗯哼，一位谢旨的总统曾说过一个笑话。谢旨就是，如果你先拿来点不呢？啊。怎么啦？伊阿的的路哈达的苦表不来的。他说做嘛表的是，自从卸任以后，你楼管你，我那你拿来点钱给你啊，才晓得哎怎么地啊？原来打高尔夫球那是在多的，高飞一点是啦，阿的能够胜过他的人有如此之多，度奶奶路阿的老张伢的是老多，哎怎么被地了的？嗯，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词汇里的电脑地方看到也他来没，下个星期再继续了，大家再见。好，再见，再见老师，谢谢。好的。